各位战友大家好，我是战国导游月翔兵长，欢迎来到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今天要来聊聊很多人敲碗已久的日本刀了。讲到日本刀，台湾通常称为武士刀，华文圈经常对日本刀有很多成见，例如说认为日本刀剑不分，但是其实在古代的日本，单刃的刀跟双刃的剑曾经有所区别。还有网络上很多内容农场说太刀跟打刀以80公分作为区分，但是明明就有许多国宝级的太刀，它其实比打刀还要短。今天就让我们来忘掉内容农场以讹传讹的内容，从日本刀的演进史来看太刀、打刀、斜叉、小太刀这些刀的差别吧。提到日本刀，经常会被说日本刀剑不分的问题，确实在中文的词典里面，刀是单刃的武器，剑则是双刃的武器，但是在日本则被混用了。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在西元四世纪为止的弥生时代，当时铜剑、铁剑是昂贵的舶来品。目前出土的四世纪的七支刀，或者是五世纪的稻荷山古坟铁剑，它们的造型都像是大陆文明的剑，具有直身、尖顶、双刃的特性。在弥生时代或者是古坟时代，双刃的剑通常是神社的祭器或者是身份的象征，因此在日本神话里面，神明所使用的佩剑称为十全剑，通常都会被画成刀身笔直、两面开刃的武器。虽然说日本神话中的三神器的天丛云剑又称为草剃剑，当代没有人看过草剃剑的真身，也没有照片，但是依照这个脉络来看，兵长认为草剃剑可能是属于直身双刃的双刃剑。另一方面，单刃的刀主要当时是卫士所使用的武器，代表性的武器称为环头大刀，这是一种在刀柄尾端有着装饰的直刀。其实在吉卜力的动画《魔法公主》里面，主角阿西达卡所使用的刀应该就是源自环头大刀。这么说来，在古坟时代，日本刀跟剑其实分得很清楚，但是到了西元六世纪末，那个时候中国正好是隋帝国的时期，日本的圣德太子写了一封国书，引起隋炀帝勃然大怒。国书里面提到，日出处天子，自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其实圣德太子不只是外交上面有点叛逆，在他的时代，刀跟剑似乎逐渐产生了模糊的交集。传说圣德太子他有两阵佩刀，一阵名为七星剑，另外一阵名为丙子蛟龙剑。这两阵武器其实都是刀身笔直、单边开刃的直刀，但是都被称为是剑。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刀跟剑的界限在圣德太子的时代开始产生模糊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刀还是属于直刀，而不是我们所认知的弯刀。一直要到八世纪末，当时的天皇派兵进攻日本东北地区，朝廷军所使用的直刀曾经输给了虾夷人所使用的绝手刀。在战争结束之后，日本的朝廷吸收了绝手刀的优点，把原本的直刀加入了弯曲的元素之后，后来才产生了日本刀，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武士刀。在直刀、双刃剑、绝手刀融合的过程当中，曾经产生了所谓风两刃造的特殊刀剑，名为小乌丸。这一阵刀虽然具有尖顶与双刃的特性，但是它又带有弯刀的性质，所以小乌丸又被称为是日本刀之父。在平安时代之后，双刃剑以祭祀的祭品被保存了下来，单刃的直刀跟绝手刀结合，产生了日本刀。从此，日本刀的发展开始挥别大陆文明的影响，刀剑成为带刃兵器的总称，这也算是兵器的一种时代革命吧。在上一段有提到，传统的直刀跟绝手刀融合在一起，在平安时代产生了单刃并且弯曲的兵器，也就是所谓的太刀。讲到太刀，经常会跟打刀、小太刀搞混。如果你查网络，你会看到很多人说80公分以上的刀是太刀，80到60公分的刀则称为打刀。其实这是非常粗浅的分类法，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定义。为什么兵长会这么说呢？举例来说，鬼丸郭刚、狮子王、大波惹长光的刃长都不到80公分，而大典太光是日光一文字
这两阵太刀的刃长甚至还不到70公分。单纯从刃长来看的话，有些打刀甚至比这些太刀还长。可能有人会说，80公分是刀刃加上刀筋的长度。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就陷入思考的盲区了。因为在计算日本刀的长度的时候，通常是只算刃长，全长则是另计。为什么农场文会用80公分跟60公分当作标准呢？大概是因为日本现行的法律把60公分以上定义为刀吧。另一方面，因为太刀的平均刃长大概在75到80公分之间，可能就有人抓整数，结果就变成80公分吧。所以最后以讹传讹，产生了80公分以上算太刀，80到60公分为打刀的俗说。其实打刀与太刀最大的差别是佩戴的方法不同。太刀是平安时代的产物，这时候的武士以骑射为主，在不影响马上拉弓射箭的前提之下，他们把太刀的刀刃朝下，配合其他配件把刀挂在腰带上面。但是太刀要穿脱都非常麻烦，所以到了后来的士兵时代，产生了插在腰带上面的打刀，不但可以轻易的装卸，紧要时刻还可以立刻抽刀反击。因为它是插在腰带上面的武器，所以改由刀刃朝上，随时拔刀就能够斩击。所以太刀跟打刀的差别并非是用长度来做区分，而是用佩戴方法还有刀刃的方向来做区分。所以你到博物馆的时候，只要看到是刀刃朝下展示的，那就是太刀，刀刃朝上展示的则是打刀。这么说来，小太刀又是什么武器呢？目前传世的小太刀通常是增加庄严感的仪式用刀。小太刀它的长度跟打刀差不多，甚至还会比打刀更短。例如供奉在日光二荒山神社的小太刀，刃长还不及60公分。所以如果你只看长度，就很容易把小太刀跟打刀或者是斜插给搞混。但是如果从佩戴方式来看，就能知道小太刀跟太刀都是刀刃朝下挂在腰带上面，而不是插在腰带里面。在漫画《浪客剑心》里面，四乃生昌子第一次拔刀的时候也有描述这一点。前一段谈了太刀、打刀、小太刀的差别之后，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斜插吧。讲到斜插，网络上通常会说60公分是打刀跟斜插的差别，60公分以上是打刀，60公分以下是斜插。这个说法虽然不能说它错，但是这是江户时代跟现代的分类法。如果你要往前套在战国时代，就会产生许多严重的问题。打刀跟斜插在江户时代被配对称为是大小刀，但是如果你要讲年资的话，其实斜插出现的年代比打刀还要早得多。在前一段有提到，在11世纪的平安时代产生了太刀，到了14世纪的南北朝时代，武器产生了许多变革，出现了巨大的大太刀，还有野太刀，还有随身携带的斜插。关于大太刀跟野太刀，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就曾经介绍过，今天就不赘述了。有兴趣的朋友请看看之前的影片。斜插可以说是贴身收纳的刀，在南北朝的时代有不同的记录。曾经有僧兵把斜插贴身藏在身边，因此有一说认为斜插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可以贴身藏在腋下到腰间之间的刀。但是南北朝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变动的时代，很多事情根本没有规则可言。所以总归来说，只能说斜插是一种辅助型的武器，配合其他武器的使用。直到江户时代，幕府为了管制武士所使用的武器，才硬性规定武士必须佩戴大小刀，也就是打刀跟斜插的组合。幕府一度规定打刀的尺寸是两尺三寸以下，换算起来大概是 69.7 公分以下，斜插的尺寸则是两尺以下，换算起来大概是 60.6 公分以下。后来又细分出大斜插、中斜插、小斜插的基准，但是这一些都是江户时代的定义，没有办法往前套用在战国时代。例如说雾崎真宗这一把刀的刃长是33公分，日本政府认定它是短刀的重要文化财，但是收藏此刀的德川美术馆却是登记为斜插。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不能单纯用长度就来判断刀的种类。总结来说，太刀是一种挂在腰上的长刀，长度大概在60公分到80几公分都有。
打刀则是插在腰带上面的武器，尺寸上面原先也没有限制，一直到了江户时代才有二尺三寸，大概是 69.7 公分的限制。但是到了现代的法规，则变成60公分以上的带刃武器则称为是刀。另一方面，斜插也是插在腰间的武器，主要作为辅助使用，在江户时代跟现代规格大概都是在60公分以下，两者的误差大概在1公分左右。所以今后你如果要判断日本刀的武器是哪一种类型的时候，真的要先了解它的时代背景会比较好哦。关于日本刀相关的知识，今天11月27号发售的《日本刀剑物语》里面除了有日本刀眼镜史的图表之外，还有各种详尽的解释，另外还附有如何分辨刃纹、地基之类的图表，欢迎各位战友多多支持哦。那么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我们下周再见喽。